那我们要试看看。来，好好好。哦哦，我爱的温度，这我爱的温度，这我爱的温度。啊！哇耶！你在这边多久了？这么快？那你还有知觉吗 ？Hello。在这里很久了。来，哎，这个，这一箱。这一箱有多重？一次都几箱？二十公斤。重吗？二十公斤。还是捏住？不是很重，你看小小箱，真的，你搬，有点重。你以为小小箱不重？我刚一拿，我靠，怎么那么重？好，这里面都是小酒类。对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先冰啊？不冰会坏掉吗？不冰会坏掉，等于生鲜急冻的意思。这是从国外进的。哦，国外进，哪里进？哪里？事实上，东南亚国。台湾的量算多吗？台湾的量已经越来越少。越来越少。那包裹的话，在关岛里面还有，对不对？它是用酒来烧起来吗？这个东西？没有酒，它的名字叫烧酒海卷，这是它的学名。学名。对，正在弄那个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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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看就停。我跟你讲，烧酒。真的，我自己可以啊，我可以，你帮我干什么？哎，你们，这个放到哪里？抢吗？抢吗？哦，可以好不好？你是主评哥哎。我们家的工人哈，有时候都搬两包，他们搬一包就很重。搬两包哎，他说搬两哦。那你要练吗？鼠狼和苏兵啊，鼠狼和苏兵，秋蕊，秋蕊，来。你看这个脸都歪了，他脸都歪曲了，后悔了。哦哦，这家伙是办什么事啊？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呢，放到我们的机器里面，放这里面。哦，哎，我来，我们都没有要帮他啊，没有，他就直接来这么放。这个是开始。我们有要让我们帮吗？好，直接放进去。阿志，没有事。来，张秀萌姐哈，你说这个机器是你设计的？不是我设计，你们自己设计。你堂哥设计的。对，这个机器它的功能是做什么？来来，把我们洗干净。这个为什么？这个有啥呢？要把它洗干净，那你可以看到，那所以我们第一次放，对，你知道放什么？四包，那这边两包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两箱，第二包，这两箱嘛，就是两箱，等于是两箱嘛。是，这已经可以吃了吗？这不能吃，还不能。现在这还是原料的意思，这是原料而已。它很香哦，你还有语文？没有，不是，先我这个好了。不行，我鼻子不好的。不是这个比较多。我知道有茶叶的味道，茶叶，那好像有泡果茶，有没有？有茶叶的味道，就是很多变的味道。阿基啊，那你之前没有发明这台机器？对，你们怎么洗啊？我们就戴手套啊，然后呢就在那个桶子里面啊，然后就是这样洗，我都是手工的，对，手工的。但是后来我堂哥看我们这样太辛苦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请他来帮发明了这个东西，对。所以目前台湾省也是。那我问一下啊，就是说这个机器，如果你不小心把塑胶袋卡在里面的时候，要怎么办？塑胶袋卡在里面，卡住了。不是，我的被剪头了，它那个很大一块耶。往上，因为它冷冻嘛，所以它是结块嘛。那你在往上这样把它，你看嘛，这样子。两箱，事情还是要做好，乖。好，四十哦。对，感觉他在我们的，我们变得很娘，你有感觉对不对？我讲你这个感觉，我从第一次跟他认识的时候我就有，就是有这个感觉，多厉害！突然觉得去健身房没有什么必要。先盖住，不然的话，它等一下它是用滚动的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收起来。行，英文叫太阳。You say what？ 我说不玩嘞，对，太水。你要说什么？你在哪里？你太，把中文转成 make it time。报名专线请在这里，谢谢哦。联络电话，左上角、右上角全部都可以哦，四个空空都有我的电话哦。哎，然后这个呢？我们怎么洗？一个就是放一个这样子，那洗完它会有渣渣会在上面。对。
来，你们转。是的。转到中间吗？向右转。耶、yeah. 哦。哦哦哦哦！好酷哦！好，这种就是这种，有没有这样？那这个是什么颜色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我们在里面拿看不出来，一起都是全部都是脏的。哦。哇，太好了。那个杂质，那个杂质，那些都是什么？海藻的味道，对吧？嗯，对，海藻难怪有这个味道。海藻，海藻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身上有肥料，肥料，这是肥料味道。美国肥料用的好快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就等。20分钟到。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等它等20分钟。20分钟。好，在20分钟我们要干嘛？八蒜头啊，你做活动吗？红梅。红梅吧。你有两组嘛？两组只能分开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你先出去。剪刀石头布，换你。你们起风了咯？好，我们起风了咯。那两个人就去扒蒜头了。你跟我一起做那个。我还没有想扒蒜头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就是。那这个是等于是清洗完了之后，冰过要处理，是吗？这个步骤。他们就是这样挖出来以后直接放在那里，但是他们把它的肚肚啊，对，还有那个去掉内脏，对，内脏都去掉。嗯，哦。阿志姐，那我们现在就这样，就让它一直泡，这样满起来吗？对。按摩起来，盖过它，然后好盖过要洗。你说你做多久？大概做78年到现在。民国78年，嗯，我10岁就开始了。那是在哪里开始做的？清水这边。我都在台中港。都在台中港。是。都30年的时光。那这怎么洗啊？没有，就这样。要把它挂完了以后，要把它剥开吗？还是它自己会融？它会自己会融化。哦。哎，这个实在是。你看，对对，它就洗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。好想吃哦。很肥嘞，好多哦！哦，我没有什么腥味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很怕那种海鲜腥味，可是没有，真的没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放进去，这样洗一洗，洗一洗，让它屑屑掉下来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另外一个，一直沥水吗？对对，沥水，然后这样子，沥完了以后，然后要放在袋子，放在袋子，然后呢？篮子上面，再放到篮子里，所以等一趟一趟就要直接装进去。那放完篮子，那篮子我们就要拿出去炒。是要再拿回去，再冷冻。对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原来冷冻出来的吗？怎么又要再冷冻回去？我们现在把它解冻，最主要的情况有贝壳还是有脏东西，我们先塞几盖。嘿，改叶屑屑改塞掉，好一些饮料。那这样少杀，这样洗两次哎。是是，这里洗一次干净，然后冷冻起来，然后要炒以前再洗一次干净，然后再炒。而且这样子真的会很 Q。很 Q。对啊。重点是你拿进去冷冻，必须要再超过24个小时。一整天。再冻24小时。为什么要24个小时呢？最主要就是要让它那个不容易解冻，才不会产生什么大肠杆菌啊，一些杀死病毒。我来。给我一个。啊，这个不来对啊。到了，过来。哎呦。是摇摇，这个不是要你摇屁股。不，前面摇，后面跟着摇。没有，他不由自主啦，他以前是摇滚歌手啦。酷 ，Ice Baby。好了，快点啦，过来啦，哎，你不要这边。蒜头蒜很多哎，还好吧？哎 ，Jasmine 还没看到后面，后面其实好像蛮多蒜头的，怎么那么多哎？这个都是你们亲手自己剥的吗？
是我们自己剥，没有一个机器哦。通常在菜市场上啊，它有的就是剥好的，但是剥好的它放不久。如果你是自己剥的，它可以放久一点。这大概多久？如果你用手工的话，应该可以放三四个月。3-4个月？那如果你是卖那种已经剥好的呢？那大概只有放大概3个礼拜到1个月。哇，那个落差很大，4倍。因为机器嘛，它跟我们不一样，它是没有温度的，所以它在剥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一直剥。那这个东西只要你受伤的地方多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只要把那个大蒜就是不小心捏掉了，它碰到氧气就很容易。Yes, yes. 对。You are so smart. Thank you very much. 看一下，等一下拿开对不对？这个有的心拿掉。OK， 拿掉。这个都不要啊。不要。搬这个啦，打开啦，就这样子啦，这个拿掉啦，这样就好啦。你看。哦。所以这个就这个不用再剥吗？这种。这不用再剥了，因为。你接触的空气越大的话，越容易坏掉。OK， 对，所以还是有一个保护膜在。是这个，对，等于就是它的保护膜。也太大了吧，这个。哎，它的膜也蛮香哎。那就是。它的膜也有一种香味。是。为什么你中心的那个绿色的根？哦，那个是只有在那个9月份，就是它生长期的时候才会有绿色的，而且那个绿色还会有一点点苦苦的。对对对。但是这个不会，好像烧焦了以后没有。现在是产期。好像没有这样吃过。你有这样吃过？我上次我每次要跟爸爸吃那个水饺，吃很吸血哦。这好吸血鬼，吸血鬼不敢来了。万一我是吸血鬼会哦？不像你那么帅，哪里像吸血鬼？嗯，好吃哎，好丑哎。你老婆，你这个是坏掉对不对？对，那就不要了。所以给你们看，什么是坏掉？怎么是坏掉了？黑黑的，你吃你就知道。哎，坏掉还叫你吃？坏掉还叫你吃？哎，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那你以前就是抓螺是这么抓的？因为你算进现在有好多进口的，对不对？30年前应该是不会的。都是进口的。没有，当初的时候，海边它有涨潮跟退潮的时间。没错。那么退潮的时候呢，就剩下沙滩哦。那沙滩的时候，我们就拿那个我们叫少修 C， 就是有竹子的那样子，然后拿个畚斗，然后再拿一个篮那个篮子，然后呢就去扫在上面，把它扫一扫，然后呢就拿回来，然后让它吐沙，然后就捡。现在台湾还抓得到吗？台湾抓不到了，因为我们是从。未开发的国家到已开发的国家，那么在未开发的时候呢，那个海水比较干净，而且烧久了它非常爱干净，它只要碰到工业污染啊，或者是说水不干净，它就会自然死亡。哦，所以台湾的螺是越来越不见了。是的。洗得蛮干净的，是啊。我说实在，我有一阵子不敢吃烧酒螺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海洋污染啊，水质啊，我有时候不太敢吃。我以为你看他们的开始就洗得这么干净，你就会重拾信心了。拿到下来，这样子吗？哇！你看刚刚的颜色完全不一样，我怎么觉得很有成就感？对啊，超有成就感的时刻。听起来好舒服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多，等一下再弄两个，再弄第二个。要把它放哪里？再放哪里？放在袋子。等一下。OK。你手超大，这样就可以。真的可以吗？后来放。Excuse me。
合理体系，合理体系。有。好奇怪。你刚刚几颗？几颗都没。几颗了？你赶快倒进去啦！快点啦，倒进去啦！我重弄一个啦。我还想说跟你组，我们两个要很帅开始的时候，结果掉漆。不是你，你要一点一点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